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我是小薇，我是一朵。我们今天要去东北了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去，人生第一次去东北哈、啊，去吉林，也是受一个朋友的邀请，让我们去他老公的家乡去玩。一个老朋友啊，这个朋友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哈、啊。这个朋友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，特别特别特别喜欢。马上就可以吃东北菜了啊，听说嘎嘎香。我的亲娘呀，到朝阳站了，一刷票进不去，不是这个站，走吗？可可啊，去北京站，北京站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2月12是今天不是？我给您看一下，2月11，今天2月11号。2月12的呀，怎么是？今年2月11的。啊，今年2月11号啊。2月12，那您又不对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钱就。一会儿走错站了，一会儿又弄错时间了，改签证了。必须给师傅发个红包。不不不不，过年呢，真不不，别这么签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能这么说。必须要，必须要。不行，我这新年快乐，我必须要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咱都是同行，咱都是同行啊。对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走了，慢点，慢点。路上慢点，注意安全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妈呀，我也是个人才。去错站了，完了一看车票，票都订错了，车票订的是明天的，还好现在是淡季，给改回来了。要是晚了，咱们就去不上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个都是我耽误事的。你看，慢点，坐上车了啊，要不是差一点去不上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已经到吉林了啊，他们在出站口等着我们呢，找他们合影啊。好期待呀！好期待。哈哈，Hello。老师啊，这是欢迎来到吉林啊，我的家乡啊，别欢迎来到东北，来走，第一件事撸串去，走。我们先到酒店把行李放这儿啊，先放行李，然后我们去吃串儿啊。天哪，挺温馨的啊，我们去吃串去，立马就得去吃串儿，不带停的。走了，这回是吃串儿了啊。啊，走了走了。走，这东北的小串到底啥味儿啊？4点都已经满了。4点都已经在排队了，这一夜都要。对，这是真的。你把人看真的吗？饿了，这一夜都要吃不了。他喜欢吃海鲜，啥也别说，要。这个没有，吃不了，浪费了。这个真没有，真没有，没有。那就把有的给我来一遍。别点那么多，小 case。来东北就得豪迈。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东北这边，没有来过。这个绝对不是刻意安排好的，就是一个电话的事。接下来这几天行程满满啊，好吧。好，薯、片，这啥呀？牛肉，好吃。好吃吗？生蚝，正好。你看芥末。哎呀，芥末。好不好吃吧？好吃哭了。太危险了，好了。我这鸡架是带汤的，锅包肉。锅肉。看看我们桌子上，我的妈呀，必吃的菜点的太多了。太多了。随便叫都。太热情了。欢迎来到吉林，谢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